啊，我转过来，正在录啊。他是开机状态，他刚刚是开机状态。我就说我狂按一阵，我也不知道他到底现在什么状态。哦，你没叫哦，我按，他都没叫。你刚刚上面了。嗯，我按他哪里？我光有饭几点？两点了吗？才一点半。才一点半。对啊。我想休息了。我就要想说啊，是不是该准备要休息要走了什么？结果一看啥，才一点半。你有没有看错啊？不可能啊！真的啊，一点半啊。不可能。我刚拿出来看是一点半，那现在就是两点不到了。对啊，1:43。那我那么早？不可能。我那么早还要撑好久，好累啊！啊！我刚刚在，我刚刚沿着边边做小转练习。借我看一下。帽子有鼻子有罩住吗？一半罩住，三分之二。为什么没有罩到？太冷死了。嗯，还有一天加面罩好了。加面罩在口罩外面。嗯。我们有曾经把那个罩在口罩外面过吗？有啊，之前都是啊。那是啊。我已经很久没有没戴口罩了，所以一定都是有戴口罩。然后觉得太冷了，所以就还加口罩，加面罩。嗯，因为毕竟这两边右边脸颊那边会有个洞，很冷。嗯。今天才第三双袜子而已，我是本来想累积5双再洗。我就倒数两天的时候洗，那就是礼拜三啊。礼拜四洗太晚了，礼拜五一天怕干不了。礼拜五就要开车去新野了。对，是三晚上，我本来就是想三晚上洗。嗯，三晚上洗，四挂在房间里。对啊。但是没开暖气，可能也没有用。把它打开好了。不行啊，食物会坏掉。食物会坏掉，好吧、嗯。还有一些东西要吃啊。没开暖气，反而外面的那个冷跟干燥，可以啦，应该可以吧。开暖气未必会比较干啦、啊。暖气超干的哈、啊，开暖气我人都快干死了。嗯、啊。我都看，每天打瞌睡醒来都觉得喉咙快干死了，对啊，干死。真的要滑下去还是坐下去？那种雪况你想滑下去啊、喔？我是说我有办法滑了，但是也没有很有意愿。哎，好像还好。啊。但是滑下去就可以不用搬雪具走这一趟。我在想一件事，因为我走路是最痛的。但是我在想一件事，就是滑下去的话，是不是要走楼梯翻过去，还是它下面可以直接走过去？没有办法，你知道我说的问题。缆车站那边是楼梯上又楼梯下，那旁边我可以不走。没有，没办法。对啊，我就觉得他还要走那一趟，不过确实少走一段了。就是雪板，所以跟你早上说的那一批是不同的。不同，我说的是实际。
他们都有在量吧？量什么？量时间之类的。什么时间？这个是负责上面，还有一个负责下面。哦，你是说量时间？计数小朋友有在被计时？对对对，他们有一直在计时啊。嗯，我要练习单脚。即将抵达下车点。请抬起安全带。我今天练单脚的话，就可以彻底把我的脚伸最大化。那明天就可以。好棒棒的。我试试看。好棒棒的。是啊。所以是在华四次收工吗？做好下车准备。小妹，哈刚在你身上，还站在你。妈妈，是华四次收工吗？华四次收工。啊？那我就速速下去，赶快坐上来，就四次。你说你打算现在说四次收工吗？是啊，其实不用到四次，哎，可能三次就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不是要两点了吗？现在不是四十几分吗？但是其实两点、三点就关了，所以其实一点半也不算那么早。我们花四次就是一个小时，不是吗？对啊，对啊，三次或四次就可以收工了。哇！四次啊。那我继续练习哦，我还可以练。我在等收工，吃东西。Thank you.
开个龙。你踩到我的杆了，我踩到吗？对，你踩到我拔不起来、哦、你踩在我的白色的部分。我给他蹲很低，大腿超酸的。嗯，大腿超酸，但是你蹲很低会稳。你要是愿意付出大腿的肌肉的话，太酸了。蹲低，蹲低，头再朝前，你会觉得超稳，超酸，超级稳，朝前这样，那就可以预先为正确的 pose 做准备。但是超酸。对啊。单脚练习，我的单脚好像是滑行，对，会。侧滑而不是顺着轨道滑。我现在好像有办法，右脚好像姿势正确一些，但是会是侧侧的甩出去。我要有办法让它是滑。我们什么时候才会用钢鞭来滑？啊？我们什么时候才会用钢鞭来滑？姿势正确的时候，我好像快要了，但是只有这种波度的时候，真的吗？真的有在录吗？我看有，奇怪，没有在充电。在录的时候，你说万一它不充电呢？有可能是中间都没有录。这么久忘了开，结果他抽到宝了，有可能，因为他真的没录几下就停下来了。好冷，礼拜三晚上洗。那就是后天晚上，今天礼拜一。礼拜三午餐吃弓箭鸡。你到底，但是我忘记你说它是吃什么的。我看到它皮煎的酥脆的一块炸鸡排、哦，不是炸鸡排，煎鸡排。嗯。对啊，弓箭鸡，我觉得是吃鸡的。哦。既然那个煎的看起来好像很厉害，其他的应该也厉害吧？他4.5颗星哎、哦。几个人啊？两个人4.5也没意义啊。没有，我觉得他敢开在那个的对面，应该很厉害。什么 KS 什么的？对，那两个都是，应该说那两个位置应该是北之峰转向富良野，每台车都会路过的啊。嗯。对啊。那里应该是地段最好的地方。哦耶，今天也不用走太远就可以拿到车子，这样就可以去吃混混了，对不对？是啊。我每天滑雪都在等吃饭，等休息。应该是说到这个风景哦，你是。就这样了，还好。然后一直重复滑，有点。我有感受到自己的进步。我没有，我只是每天。那脚痛，不好意思。但是那种刚下缆车那块很平的，你可以感受到那个要怎么形容啊？利刃的感觉吗？没有。没有吗？啊，立不起来。不是啦，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把它立起来，是说那种有慢下来跟放松的变快的感觉。有啊，你明明就有办法停下来。好冷哦！三套，我就可以收工了。我快活。去。好，每一段有不同的功课，最上面是单脚练习。
中间是脚也好痛，踩踩大腿也好痛，用到大腿总是好的，就其实都花在恢复大腿上，这些肌肉一月就会消失了嘛。又太冷也不会去骑脚踏车，然后年票也满了，到樱花季再来买。哎呦，我去新竹月看红叶了。还是现在十二月了，到底它是什么时候？就是最近吗？嗯，就是最近。那等到我们二十号回去，它就没了。不知道还有，还是没有。对啊，那就真的樱花季再买吧。嗯，还是你有到带你姐去看？他哦，这次来可能都在逛街什么的，没时间。对，应该，而且那时候可能什么都没有。对啊，这时候很突、欸。那真的樱花季再买吧。嗯。樱花季前好不好？不要最挤的时候去买。嗯，可以啊。好冷哦，好冷哦。好多人在那边拍照。嗯。这边拍照，今天上还算不错的、嗯。我们都没有走另外一个方向，有我们下车，早上下车有两个人往那边走。嗯。花莲这里也没太阳的，这上面的太阳没了的。嗯，好冷了。只剩下面有了。嗯，好冷，好冷，好一点点了，你们就不够热啊。连晒太阳都没了，流鼻涕啊！我这次吃药我没有笑，一直流鼻涕。We are approaching the station. Please raise the safety bar now.